客家电视台热血女篮职人剧《女孩上场二》19日释出正式预告，前中华队长杨晴同时饰演剧中女主角之一林童，在预告中很呛安心雅，有我就没有她，两人剧中将有相当多的对手戏。杨晴表示，这部剧说出很多运动员的心声，眼的目标就会爱戴五条打入冠军赛，五条的目标就会不和本次家无分好色。志气太深了，拜托拜托。一路以来，球赛的战术都是林童为主，林童无得运动，张黑正经对运动好，硬接听，爱抢离开球赛。做嘛该会离开吴兴啊？来张黑啊教练。蔡小云拿到了球，他会是安东这一场的突破点吗？安东神杀阵，蔡小云。一只阿云黄多出师哈，不规矩。大球啊，还讲是你个？你随时做得接受总把水个阵招，弥补挑败个唔错。出几兴，唔兴挨。그러니까너도와서그한국코치진으로합류해你回来台湾目标不就是带着中华队打败韩国队然后血池吗要不你的野心不止这样超猛政治归政治运动归运动是谁为了钱不顾国家荣誉是谁为了钱没有运动家精神你应该报复给他不准备总把吹都在黑眼蒙熊还要挨家啊来唱的不想爱看到阿母的安尼失之生年总法吹张黑吉应该去去受差哇黑公压下风气一生就结束了是我觉得一生只有一次开始了我就想要做到最好三嗯对啊我做韩卡太紧猛啊！啊！行到一步，俺做唔得放弃。阿德，快点！一。杨先生停住了五秒。我们哥卡卡加入零食，用不同方式看新闻，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直播线上即时互动，轻松有趣多元内容。3月16号起，每周六晚间9点，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